尔滨今年火不火？火。我们东北今年火不火？火。你们走到哪儿是不是都是人？你们想不想到一个人很少、雪又很美的地方呢？今天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个地方啊，我今天带的这个旅行团就来到了一个非常小众、非常小众的旅行的地方啊，给你们看看，这里真的太美了。我们来的第一站啊，是过来吃这个铁锅炖，因为到这儿就已经中午了啊。给你们看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村子人真的非常非常少，雪真的非常非常厚，但是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孩子们一下车，开心的都不行，你看，开始不走寻常路了啊，都开心的不行了都。先吃饭啊，他们在吃饭呢，一会儿吃完了饭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下午的行程，下午就带你们去转一转这个雪村啊，到底什么样？但是目前我来看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，人少安静，雪景又美，小朋友们都玩疯了。我们决定先回住的地方，让他们换换装备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来这居然有人采访我们长枪短炮的，你看没有？这是客人们。我们现在回去上车。我们现在到了住的地方啊，今天晚上我也沾光了，住了一间木克楞的房子啊，全是木头做的啊，这种房子，而且还是这种上下层的，给你们看看这房子房间，我是非常满意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看这儿啊，这个是一楼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些设备啊什么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洗手池啊，然后这个是卫生间和洗浴啊，就淋浴，这个是，然后咱们上楼上看看，要爬这个小楼梯，这个是楼上，看到没有？地热的啊，不是炕，电热炕似的这种，看到没有？是这个样子的，能睡三个人，但是今晚我自己睡，那边是电热炕的插头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真好，这个呢只是我住的房间，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嘛，他给我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客人们住的，给你们看看啊。这个就是客人们住的房间，看到没有？一栋房子里面有两个房间这种啊，一个房间里面能住四五个人，他是两个房间嘛，我这个就是一个房间的，看到了吧？都在奋力的夹雪球，拿着这个，都在夹。我夹好了，好好看啊，厉害，这个夹的。你是第一个完完全全夹出来的，你是第一个，我夹了第三个了，你夹了第三个，哎呀，厉害厉害，你们都好厉害呀！麻辣爬里了，拉上我，哈喽，我呢又是化身游客的一天，我又化身游客了，这家是玩的躺雪地上了，不仅是小孩爱玩啊，这大人也爱玩。都自己拉着雪圈跑去玩了啊。来，看镜头，然后，预备，起！大哥，不配躲我吗？出去来，三、二、一！把手都拿开这儿，对，别胖着。这裹的真的速度好快啊！没问啊！啊，现在是折了两次啊！角对折，再对折。半圆弧，找一个弧度。对，剪上一个弧度。哇啊哇，好看！大家举起手中的春花，来看一看，来跟你的同伴分享一下自己的春花。就这饺子这么大盘，我造了一盘多，嘎嘎好吃。史蒂夫又是个谁、啊？这是我们的陪同团啊，也相当好了。
们现在干嘛呢？现在就等他们来呗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看我造着出，从早上起来的5点一直忙到现在啊，晚上的9点半，快10点了，终于忙活完了，连吃带喝再玩的，够累够呛。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，这个地方真的好玩。你看，我们参加那么多活动，体验了那么多，而且雪景特别好啊，大家都玩的好开心，而且住宿条件什么都很好，客人也在跟我唠嗑说。哎，这里太好了，这里太好了，而且住宿条件什么也好，所以这地方真是一个宝藏地方啊。哎，我觉着吧，也就是一两年了，人还能少点，等到一两年以后，这地方要是突然间爆火起来，就是下一个雪乡了。所以说想来玩的，趁今年啊过完年还有时间，还会有雪，加到明年的天冷了，赶紧来啊！真是一个宝藏地方，这地方太好了，真的，雪也美，人又少，住宿条件环境又很好，吃饭还特好吃。我今天晚上吃饺子，造了一大盘子，你们就想想吧。所以，我诚挚的邀请你们，想来玩，想来这个地方玩的啊，可以来找我。想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啊？唉。可以在评论区问我，如果你们视频从头看到尾了，可能也看到这个地方是哪儿了啊，我会再告诉大家一遍的啊，嘿嘿嘿，我要洗洗涮涮休息了，太累了，实在是。